还是优化还是有点小差感觉优化。然后啊，调成我最爱的这个，先来试一下这个 AW， 先来试一下 MCE 吧，好吧，比如说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哇，这有些还调不了设置，真的牛批！枪管会变红，这点还不错。杀鹰试一下。哎，刘易斯，战地一里面啊，不，使命这是这。哎呦，好吵！这个背景音量好大，调的跟没调一样的。哎，这个地方改了呀，这个地方，我去，牛批！不过被压住了，平衡性还是做了一点优化。人机。怕了。这个后坐力有点大呀，这个后坐力。哎呦我去！人贼多，我操，服了。哎呦，打不死！哎呦，稍微声音太大了，这个声音，那耳朵我操，难受的一批。后期还得把声音稍微调小一点。而且画质是肯定是没有，画质应该还在测试，它毕竟是测试服嘛，所以说。画质以后会好起来的，这我还是比较相信的。哦 ，AWM 是吧？懂？那你用我也用啊，大家一起用好吧？哎，这个绝了！这个 AK 的这个拉栓这个啊，终于给换到这边来了，终于换到右边了啊！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哎我去，有点强呐。AK。哎呦，搞什么哟？听他们讲，好像是用虚幻三引擎做的，但感觉挺不错的，就是画质你第一眼看上去并不是像虚幻三做的。就是它整体感觉质感肯定是比我们常规以往的虚幻三要好很多。哎呦难受，那我再试 AWM 好吧，我要试 AWM。 这个哎赢了是吧，没事啊，就是团队竞技模式的这么一个试玩。然后的话接下来再试一下这个，我再看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 ？Level up 三等名，啊，比赛结果确认，还哎，这以后还能保存的是吗？那这非常好，个人这么认为。然后服务器目录点了没用。然后啊不，我怎么才能返回大厅呢？为什么我不能返回大厅了？难受啊。嗯。这是出 bug 了吗？难道是我要退出游？我不肯定不会是结束游戏啊！哇，这个挺帅的，我去，这个整体设计，哎，牛批！
绝了，我又进入游戏了是吗？哎，我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，这啥？牛批，牛批！我的天呐，这个有点东西，这个牛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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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批！这个收藏馆逼格很高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很有东西，比较喜欢这个页面，我操！